啊，我们的晚餐呢？你是不是又忘记买了？他不是说很爱我吗？你说错了吗？不是说好要一起买房子一起打拼的吗？你到底加薪了没有？没有加薪我们两个怎么结婚？我在公司我也很累啊，我就是想要找人抱怨请假嘛。你有男人的嘴是骗人的鬼，到底有没有认真在上班啊？每天九点就不见，然后半夜回我电话，你怎么又不接？加你妹！释放你的邪恶小宇宙，一路爽到底！无限手游登录就送双五星下课哦！